也是谷歌上注册吗？台服还没开啊。台服的注册大家都注册过了吧？但是要玩其他服就不行。台服的注册应该大家去官网都已经按预先登录了，那个就是台服了。除了工作没了还能干嘛？剪片加直播一整天就过了，剩吃饭睡觉了吧？感觉只剩这两项了，工作、吃饭、睡觉。他当 YouTuber 几乎都是这样的啊，哪个 YouTuber 不是这样的？I smell fear。国服吴亦凡、吴彦祖，妈对面都好帅啊！现在台服的人大部分都嘴巴很臭，打个 AIN 都能呛你低端，笑死！我们在想，然后 AIN 还有分高低端的吗？你好骚哦！啊？好骚哦！你不是，你是说哪个骚？你要说清楚哎！喂，啊！这够不够骚？这够骚了吧？这应该不用再我讲清楚了吧？我觉得是马字旁的啦。没错，你猜对了。西斗峡谷小骚货，国字旁的骚。你明天的标题吗？西斗峡谷小骚货。我跟火龙互骚。好了，这只就是今天的精华了。快乐龙女。哇哇哇！你退了，你退了，你退了！要被乞丐，要被乞丐！你干，不要再守塔了，姐姐。我没有十九分哎，干，我又忘记开录影机啊！没关系，再下载。哎，我现在都会忘记开录影哎，烦哎！我刚是救人心切哦，其实我应该是不用死的，我就想说，赶快过去顶一下，帮帮他运一个。希望这场能赢啊！输了这个又没了。还敢拽啊，一泽！不要惹牛不开心哦。这场队友不错呢，好久没看到飞丝，我觉得好像很少人玩飞丝。妈的伊利，你还敢 Q？ 你还敢 Q？丢三回，不打，这个就可以丢啦。吓死我！刚刚没那飞丝，我就死定了。没有啦，我晚点再跟你讲，我现在没空，我现在要去救我队友。蹦蹦蹦，棒棒，蹦蹦。好杀，好杀。要虐什么？龙咆哮啦！靠腰，好想被燕儿哈，是哈哈什么？要说清楚。新手推荐用能用走上的符打上吗？例如呢？你想用牛去走上路吗？那我是不太推荐啊。欸，牛可以打上路啦，真的。好玩吗？你是史丹利的话就可以。很硬啊，不不不，你来被电可以更。我是觉得新手你去玩盖伦啊。新手玩盖伦很爽，简单好操作。什么东西啊？我来了。在人家烧自己。不是，啊，那个赵信直接被我喷一个，直接没死。新手打排位，啊也可以玩玩看飞爱啊。打辅助的话，唢呐啦，最简单啦。我说一开始免费的。啊。三小。那赵信来报复我啦！我把他撞飞了，我把他撞飞了。为什么没有果实啊？你要用控场打上路是不是？哇，
差点被伊利尔大射死哎、欸！可惜吴亦凡就死去啦。还有那种更无脑的啊，辛吉德，但辛吉德我一定推啊。那角色操作极简单的，靠观念在玩的。不用啊，他就一直跑来跑去啊，看到人就跑，啊、开着毒一直跑。本来总是想要去。我来了，我有条了。开伤！要不要出来啊？出不去。这边死路不通哦，走这边，走这边，来啊、哦，走这边哦。出来了，出来了。我他妈的，你要我扛他扛多久啊？不是，你的血还蛮多的嘛。那我这至少扛了15下有了吧？最好是有15下啦。真的啊，我从头扛到尾。没有15下那么多啦。この怒り。敵の球を破壊しました。嗯。蚯蚓龙安安。蚯蚓龙。花爪 key 哦。谁？完了。办吗？红彩。被抢走了，对啊。没事啦，就只是一个打野而已。老实说，我要确保胜率的时候，我不会去玩，不太会去玩 AD 耶，单排的时候了。我觉得单排玩 AD 很折磨，太折磨。抗压性很高啊！你三不五时就会被人家照料，很烦。所以我单排，我那时候冲单排胜率的时候，我不玩 AD。嗯，有点痛。突然觉得龙女也是玻璃大炮。转日本 VPN 就可以下载，注意哦，宅起来，宅起来。当到时候观众都会问说，睡大可以一起排吗？是蛮多人说要一起排的、啊，也不是也很多人找你。我都拒绝了。我也是拒绝，我是说我没有空。蛮多是真的时间对不上啊，像那个米克就很难对得上。请问拳头愿意找我当代言人吗？可能帮你设计一个龙女 skin 吧。直接给我全角色就好了。啊呜啊呜！台主正。